等一下，这边，门口这边，市长，这边，后退一整点，向我们后退两步，好不好？中间一点，中间一点。OK， 这样的位置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旁边拍不到，右边的拍不到。这样我们可以再两步吗？再往右，再往，然后我往后退两步，好不好？也退两步，好不好？那边可以吗？您是的，可以吗？最右那边的可以吗？好，市长，我们想问一下，那个最善良的三立来了没有？在这里。好，来，市长，那个韩江配事前，我先跟党中央沟通过吗？沟通过，那党中央能理解我们的想法跟理念，也非常谢谢江启臣委员发挥了大无畏的道德勇气，一起来承担这样的一个挑战。市长怎么看？现在是傅昆萁有意也想要争这个院长的位置？我们对个人的想法不予评论。我跟江启臣联手是希望立法院能够让人觉得焕然一新，有强大的改革的动力，要做全国民众的立法院，忠实的反映人民的需求，带动整个国家前进。所以个人其他人的想法不是在我们考量之内。那蓝白合选择江启臣委员吗？意思是，我觉得江启臣委员有点寂寞，你们问他两个问题好不好？跟市长、跟朱主席的沟通都没有问题，有沟通过。那下礼拜一应该会有一个党内所有的立法委员的一个集会，到时候大家应该可以心中有话和盘托出。市长这一次交上去的照片好像是很多年前的照片。我们这个江启臣联合发表的脸书讲得非常的清楚，我们有最大的诚意来扮演好忠诚的反对党，800万的台湾民众期待我们能够扮演一个忠诚反对党，能够监督执政的民进党，做出一个最有效的监督。那既然我跟启臣联手，也跟民众党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如果能够蓝白合，江启臣委员不光是鼻子大，他心胸更大，他立刻又放出，然后让民众党来跟我们蓝白合，这都已经释出最大的善意，而且是真诚的，不虚伪的。还是这次的照片啊都没有更新，现在感觉代价而沽，就非常感谢大家。我想最重要就是我跟江启臣委员会坚定，我们既然携手双进双出，我们就这个组合来迎接未来立法院正副龙头的一个挑战，那也寻求最大的支持，我们会双进双出，我想这是一个核心的理念。再一次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市长这一次的照片都没更新，市长这一次的照片没更新。市长说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游说而改变意志。我刚读完韩国语，等一下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